家一起干杯，品茗。应该我相信交通局跟警察局会都有妥善的规划的，不过就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，因为路线改变哦，那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还没发生，我猜今天我们事先都有准备了，所以是什么哦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，我们就跑一天看看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准备到底有没有 OK 了。没有了，我们是欢迎他来嘛，来台湾没有来台北多可惜了，等于没有来过台湾一样。可是他们不愿意来消费。那是他的损失了吧？那不想透过国民党反正要他们来台北走一走？不用透过谁了，我自己就可以要欢迎他们来台北玩一玩。你放心好了，他们晚上会坐捷运来进来玩的。对啊，他台北还是夜生活啊，什么都比较好玩的。所以你研判他们自己私底下会脱团来这边玩？不是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来台湾没有来台北多奇怪，有没有？